欢迎收看国光帮忙。女人哭的理由百百种，常常管不住自己的泪腺，眼泪就会不自觉的流下来。男人更是觉得莫名其妙。今天国光帮请到三位超会哭的女艺人，要来分享他们生活上各种大哭的经验，以及会让你傻眼的各种掉泪的怪理由喽。不轻易掉泪，荣翔；过个马路我会哭，林丽斐；看完漫画我就哭，吉吉；看到自己我大哭，咬咬；女人难过没理由，放声大哭我好糗。国光帮帮忙，什么？太热，睁眼爆开。你说我刚刚就一直觉得你眼睛怪怪的，对啊，睁眼热到爆开啊！对啊，在哪？有没有喷汁？还有血吗？不是已经好了吗？好了，又再录饭，然后又爆炸。他这没有清干净的，我没有清。你是不是最近吃荔枝吃很多？不是，我们铁汉没有在看医生。撒盐巴你知道吗？跟他脱好了，还没有到那样，没有这样子。但是有去游泳就是 OK， 好不好？游泳应该是可以，应该最近连那个鸟蛋都爆炸，你知道就是什么东西啊？鸟蛋自己就是鸟蛋就摆在鸟巢里面嘛，炸掉啊，然后太阳一直晒在嘣。真的、哦，来吹完云南的，老人家宝宝。那你这个抱着，你有没有哭啊？我哭得很痛。我们没有痛这个字，可是太恶了，睁眼炸掉，炸的太热，太厉害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你连这种小事也要哭。好，不是，哎，荣翔，对啊。你不能说很会流汗就代表哭，我没有，我是眼泪。我们怎么？我们是坚决不太随便乱哭的那种。你不哭的，不哭不哭。你没有泪腺？什么没有泪腺？汗腺已经超过泪腺了。刚录之前你说怎样你会哭？那个你好瘦，你这这么瘦，你好瘦，瘦哥太不幸福了，瘦哥太不幸福。但记忆里面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哇，那个好像瘦的时候，不是他有哭吗？没有什么，没好像没有，因为他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哭？你知道他没有多一个水分，没流出来。哭了他也不知道，哎，你怎么流？你怎么流汗的？我在哭，没有在流汗这样。我觉得最屌，我要准备六杯杯水。节目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而且面子都是这样子，对对对，肯定是这样子。你在内地录是不是也有这种规格？我在内地录就是直接就是有助理会拿一盒，他站在旁边，对，他是绑在那个肩膀上，那个对，绑在那个袋子上这样，然后在抽签，然后在发传。好了，先问这四位女生，你们四位哪来四位？三位，先问三位女生，请问一下，你们平常？就是你们哭点是什么？会因为什么样的事哭？我们先问哭王幺幺。哭王，嗯，就很多事啊，可能像是一些亲情的东西，家人，然后小动物，啊、小动物，哦、你看啊，狗好可爱，哭了。没有，就是动物，它可能就自己养的小动物，它可能生病，受伤，对，就算它病好了，人家再讲，你还是同样会觉得好想哭哦。是，哎、欸，幺幺，你那个眼睛旁边那个是不是爱哭痣？下面在哪边？是边界，对，你那以前没有啊？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只是你们没注意到。是为这一集而点的吧？偷点的，泪眼煞星。有，就是家人跟小动物，还有嘞，嗯，家人、小动物，然后一些就是感动的事啊，啊，被甩一定哭，被甩过，哭惨了。每次都被甩啊，甩了就一定哭，哭了男人就说你好烦，你好烦，就把我给甩掉。甩第二次哭，真的是傻大姐个性，身材又这么好，怎么会被甩呢？我也觉得很纳闷呢。功夫不好啊？听不懂哎，听不懂是对的。吵架的功夫不好，你再听不懂就会被甩。你要听不懂，知道吧？你好烦。那你跟你姐吵架会哭吗？大哭。你姐会欺负你？应该是我们两个就是讲话都很冲，嗯，然后就每次一吵架，然后她就。跟我一吵，我就会觉得好委屈，好委屈就哭。然后我一哭，他就说哭屁啊！你以为哭了就赢了？我就更想哭。哦，因为就是哭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那如果人家说你姐比你漂亮，哭惨了。我也很美啊！不要每次拿我跟她比较，好不好？那人家，
人家说你胸部大有没有哭？胸部大是好事啊，所以就干嘛在哭音讲啊？你要哭了？因为想到我姐，我就糟糕，你真的要哭了，真的要哭了。是因为林杰胸部比你大的？没有，就其实他胸部没有比我大，长相可能也没有我们比较漂亮，但他比我高。Apple 是谁？是 Apple 啊？对啊，对啊，你这个比你红哎。他好红哦！不会不会，我安慰你，你看他都没有上无线台的节目。对啊，对啊，可是他还是比你红七十几台，对不对？啊，季季，你的哭点是什么？我看新闻也会哭哎，比如说有什么灾难啊，或者可能今天就报说可能有一个阿嬷热死了，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会哭。虐童的也会，对不对？对，虐童会。然后或是看漫画、看电影、看小说。然后狗狗也会哭，看漫画会哭哦，对吧？漫画，漫画很多很励志感人呢，例如热血，例如，比如说我最近在看《足球好小子》，他就是讲说就是日本的足球大小子。哦，那你哭点怪，不是？但他有一幕就是那个爸爸为了要去救一个小孩子，结果他就是死掉了。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孩子，他其实就是从小都是班上最矮的那个，可他为了要让就是那个救他的人的遗志留下来，所以他就试命一直就是一直练足球，就是很感人啊。所以我就一直看着一直哭着。其实漫画会哭，我已经看到《烽火儿女情》我哭的。对啊，是啊。听到没听过？漫画哪会哭？是不是漫画？那是漫画，是漫画吗？那个漫画现在已经绝了。那不是那个什么连续剧吗？连续剧是我们寇世勋可爱哥演的日本漫画。日本漫画，你刚才讲出来，你讲说你，我看听到那个挑夫的歌我就哭了。哎呀，这东北人，瘦哥，瘦哥，不要讲，我要说我，我丢的。你嘞？你的哭点是什么？我哭点是我跟菊菊也很像，就看到感人的画面会哭。嗯，然后看，就是我最近看的史瑞克跟那个玩具总动员。哦，史瑞克我也有感人的后面。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第三集啊？对，第三集就是大家都哭了。对，就最后一幕就是那我一定会哭，就是他的玩具的主人终于肯跟他们一起玩。没看，不要讲，对不起。反正就是感人的画面，然后跟亲情有关，然后听歌也会哭。听歌。听情歌，听情歌一定是失恋的时候吧？听歌会哭，哪一首哪一首最哭？可惜不是你，或到不了，就范围到不了，到不了，哎呀，好来，那你们有没有在公共场所哭过？有有过马路，有过马路哭什么、啊？因为那时候我要过马路，然后我斑马红灯呢？不是，他们没有要让我啊？啊，还是没死？不是，过了，不是，就是斑马线。现在是给行人过，对不对？到等大家过的时候，没有车要停啊！哦，大家好坏，对，就没有人要，没有车要让我过。那人家绿灯，车子当然该走啊，怎么会让你？不是啊，当然要让我啊！那现在好了啦，现在你就哭了，我就哭，因为我觉得很，怎么会？这天气这么热，然后我只是想要过个马路。在哪？哪一个路口？在台湾。台湾哪里？在仁爱路附近。最近吗？还是前几年？就之前前几年。你等了多久？我等了五个小时。虽然没有，大概几分钟。哎，那很久哎。对啊，就因为车辆很多，那时候是巅峰时刻。上下班的。对啊，那我觉得说斑马线就是让行人过的，为什么没有车？你知道我都怎么弄的？我也是有遇过那种，他就不过，那不给过，装动物，装一只猪。我就训练，同情心。他一撞就来撞了，他到前面的时候这样。本来就是应该人走，那有一些车，那现在最近才颁定一个法令，说你不可以吓到行人，不可以干嘛？那之前也没有啊。是。那每次都过来，我就，没有，叫很大声，全部人都听到啊，就连旁边连对象都听见。不是，是叫这还不叫那？不要生气，只要事后每一台车。红绿灯，红
问你麻烦了。冷静一点，擦汗擦。瘦哥，赶快擦。好，你过斑马线。对啊，厉害，气到哭啊！我在巷口大哭哎，就有一次心情不好，就觉得工作没有做好，就觉得怎么会因为就是公安公司的人影响到心情。然后后来公司打来，就是我的经纪公司打电话给我，就走到路口讲，我就开始就觉得很气呀，就气到整个就一直哭，哭到旁边那个火锅店人都拿一个面纸来给我，然后就要不要帮你打电话给？对啊，案发地点在哪里？在东风街。哇塞！对，在东风街大安路口那边。哦，你现在那个很正的，那个路口，大家现在应该那一带居民就是大家投票不让你再去，而且哭得超大声。那不能回家哭，你在那边哭什么？因为就刚好那个情绪点来，然后电话又接到了，然后我就开始打。人家有说你做的不好吗？没有，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表现不好，对不对？就你自己会知道啦。瑶瑶，你在哪里哭？我很常会在公车上面哭。嗯，坐过站的？没有，是因为就是我平常代步工具就是公车，然后因为公车它的那个路径又很遥远，是有时候坐在车上就开始有点多愁善感，没有，就会开始想到一些多什么？多愁善感。再讲一遍，去多愁善感，对吗？对，你姐姐国语讲的比你好。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否认，她比你红。哎呀，你好烦啊！然后就想到一些工作上面的不顺利，或者是一些节目上面的事，就忍不住就开始一直哭。那你会哭，突然醒了，然后擦一下眼泪就没事？啊，很长哎，就我的哭点是一下来了，然后哭完，对，但哭完就没事了。对，我哭完我的眼泪不用擦，它自动干了，然后我又再跟大家嘻嘻哈哈。对啊，对，你住的地方也太干了吧？住的地方。对啊，然后哭一哭自己干掉。哎，对啊，它就自己干掉。可是你有妆啊，你有这个。这个叫什么眼线？没有，要是常常看我在节目上面哭人就知道，我是那种一整天下来可能录个四集五集，没停过，没有，每集都哭，哭完后下一集就嘻嘻哈哈的上节目，然后又哭又笑，又哭又笑。但你妆不会花？你上次有没有看我去玩水，妆完全没花？对啊，对，怎么会这样呢？哎，我有用过特别的，你知道防水的东西，防水漆。对，就让我可以妆不花掉。女人难过，男人累，小心误踩火地雷。你们哭的时候，你们希望我们男人有什么反应？那你们最讨厌我们有什么反应？什么都不要讲，就在旁边陪我就好。你必须先让我们安静的哭。那你希望我们反应在旁边要干嘛？就是先让我们哭完，然后可以打电动吗？运动员非常的那个壮硕挺拔，这样子经过那个隔壁商科的，就是角色啦，走廊那同学就喜欢我们，爱慕我们，然后我们就跟他，他就过来交朋友，也是朋友认识。那交了朋友以后呢，那不能说我们只能跟你交朋友，对不对？当然。那我们还是要跟别人交朋友，花货。为什么？三个女生都很漂亮，那但是我们也只是交朋友，也没有说表现说什么东西。就在他的班上又跟另外一个美丽的同学讲了一下话。是。我就回到我的班上去，是准备换衣服要去操，下午要操体能。那个女生就走过来，就脸很臭，这样走，就走过来，我就说：“你要去哪里？”我还讲：“你要去哪里？”我就在没有礼貌，走了，大叫，我就吓跑，我直接跑掉了。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拿卫生纸，你知道。因为整个四个班同学都在看哦，突然这样出来，我不知道啊，就哭了嘛。那个你怎么可以跟那个别人讲话啊？你怎么可以跟别人？因为是高一而已，高一。那他可能觉得他第一次给了你，然后你马上对不对？第一次告白，手也没有握过一次，小时候嘛。那也不是说讲话就怀孕啊，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就被教育说，如果跟女生这样亲嘴就怀孕。那一季哭的把我吓到，真的把我吓到。就没有交往啊？不是，没有，就大部分人这样，但是还是会，就是吓到就变肥。不是，因为两个月吓到两个月以后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对，嗯，所以那个体。那个精力就往体内发那边跑，应该是还是在讲没有啦，就是发现到女孩子有时候那个哭点到我们倒没那么严重，我只是说我们刚认识讲一个话，然后呢就是不过一个学期都不到，不过一两个月而已，然后再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话不行啊，就哭成这样，我们就觉得所以有一点过分，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问你们女人啊，请问一下，你们哭的时候。你们希望我们男人有什么反应？那你们最讨厌我们有什么反应？我最讨厌就是用那种不屑，然后说不要再哭了，好不好？你每次只会哭。对啊，你只会哭啊。就我宁愿
因为你什么都不要讲，就在旁边陪我就好。屁啦，一来就没事了。屁啦，没有。我哭成这样，你话都不会讲一句吗？就不要挽回一点，或者就是逗你笑。必须让我们先哭完，机灵一点。你必须先让我们安静的哭。那你希望我们的反应在旁边要干嘛？就是先让我们哭完。我可以打电动吗？就是你们男生，男人最好不要说那种什么你又来了，你又怎么？对，最讨厌男人讲。那我可以，我可以给你卫生纸。不行，不可以。不行，你要专注在我们身上。可是为什么？这样 OK 啊？要有距离的。你要拿，你要自己喝啤酒，你要把啤酒也给他。对，这样 OK。对，你可以在旁边不讲话，但是你的那个眼神要让我们感觉到你是在专注我们的。嗯，在那边内心好像就说啊，怎么办？你哭了，我好紧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这时候你就可以不讲话。你这么爱哭，那你那个男朋友每天都专注在你身上，他都不要工作了。没关系啊，就把他抓到那个什么电视跟我中间。对对对。不行啊，反正就一定是要，但我们觉得你的心在我们身上。就是你们希望我们就是给你们一些关心，对关心。然后最讨厌我们讲说你们又来了，对，又来了。那、啊、你们就只会哭啊，你们又哭啊，怎么样？可是不能这样啊！可是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要哭？对啊，因为每次吵架都哭，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点，你会觉得很委屈啊。可是吵架是双方面的事，为什么你们？因为男生都太霸道，所以让我们女生很委屈，是我们太委屈想哭了。这是你们讨厌我们男生的行为吗？你们真正遇到男生？让你们很讨厌的行为，你们在正在哭的时候，嗯，除了那种，你看你又来了，曾经遇到过，除了这个，我遇到过，就是我在哭的时候，我男生在旁边玩手机，他就是不理我啊，他就在旁边玩手机，那很小啊，借手机去给别人，你就不能不耐烦的骂你们就，不可以啊，这个时候可以，不能用激将法，不要以为说用激将法，可不可以走掉？不行，你好好静一下这样。哦 ，no， 为什么不？你会哭更大声。那你刚刚你，对啊，你刚刚不是讲说你们需要自己安静，然后这边对，可是要眼神，就是要等这个事件画下一个。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当你在哭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很难受。对，那你们要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表现，你要哭，你只会哭，这种表现。真的很烦啊，因为你还是哭的，你就觉得不是你要看事件，看我们是为了什么事而难过。嗯、当然，我如果我们劈腿被你们抓到，你们在哭，我们讲不要，没事。那你就不用管。但是如果说平常那种小事情，你们就很无聊哭啊，还有一种女孩子很恐怖的，坐在旁边坐着也没什么事，看哭起来。代表她想到难过的事情。对，然后但是你就说，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再甩一次，好不好？你就很气啊，然后好哭完了，再过一会儿，哎，你刚刚怎么？这样可能突然想到一件事啊。不是你要讲嘛？那如果陪着你们一起哭是最 OK 的，对不对？啊，陪着你们一起干嘛一起哭啊？哎呀，不行啊！哎，如果对啊，如果我们陪人一起哭，你会不会就不哭了？觉得你们很无聊啊？我做过调查。这个不行，不要，不行。你做过调查还是自己试过？没有没有，我做过调查，因为我本来想试嘛，我先调查一下，不能哭。不行，对不对？哭，我们也是很容易哭的啊。所以我跟你拼了。哭，哭，跟喝醉是一样。可是如果很严重，先到先赢。我看对方要哭，你先哭，你先哭。如果说是已经吵到要分手了那种，然后讲一讲对方哭了，然后你就会心软。对对对，你会觉得这男生好像生有意了。对，所以是先哭先赢，任何事都一样。那像那个吉吉经过狗医院就哭了，你要比他还要早，先走，我先走，先走先赢，那个太丢脸，哭就对了。那个太丢脸了嘛，你这哭什么？经过狗医院撇书，经常讨厌，好心肠，欠揍，生病了，对，那你看到他有，你看到。狗或老鼠在路上被压死，你会哭吗？老鼠我会鼓掌。餐厅的，开餐厅的，老鼠压死。是在路上，那狗鼠过马路那么脏，满身细菌，然后被压死，你会哭？我会。老鼠会哭。就是刚压死，我看到我会哭。那你有神经病，你要看病。神经病，只要是动物挂掉，你都会哭。有慈悲心是对的。蟑螂受伤的呀。你看看，什么拍手？什么拍手？蟑螂哭，蟑螂死掉我就哭了。小强你怎么了？这样，对不对？老鼠我不行。好，以上就是女人哭的奇怪秘密。好多人讲，男人哭跟女人不一样，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大事件的时候。你想太多了。
地球。我跟你讲，真的，我啊，几次很难过那种小时候那种掉眼泪啊，到现在在长大，就是有大事件的时候，就是很不好的那种过去。前阵子北极冰融就难过了。人类嘛，对不对？人类大，当然那也是一个环境啊。就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剑桥英烈传》呐，还有梅花哇，那个绝对是哭的哭哭，马上去厨房拿菜刀，看你是什么见到日本人就要杀。瘦哥这样。现在就不会，现在因为就是已经变成地球村了嘛，就互相大家都要非常和平，但是还是有一些像比如说大型灾难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四川那个汶川地震，我觉得就很难过。你看那个。妈妈怎么受得了？孩子就在里面这样子等，他一胎制的。像是一胎制，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说你吃麻辣锅吃得很爽吗？那阵子，我关麻辣锅关那个什么事？四川呢、啊？对啊，那没有关系啊，麻辣锅照客就对了，是照客，但是哭还是要哭啊，哭还是要哭，不能让自己受到。对对对，受到。是不是？是，你眼泪量不够，你这么伟大，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不是？对对对，好好好，来，我们看第一个。过斑马线挡住我大哭就是你哇，不是啊，过斑马线挡住你大哭，你可以去按那个，你知道旁边有个。不是，斑马线哪有？但是很多没有，有没有？那你可以去九的、啊。很多年前没有啊。那是往前。那小题大做。不过现在好一点了，现在那最近有一个法律通过，就是说洗车子不让行人会罚钱。嗯，这本来就你有没有喜极而泣？不至于，我只是觉得说没有就来停车也不让，行人都不让。对，而且那是过马路被人家踩过嘛，你赶不快走着那个，要不然你就住在乡下嘛，你爱怎么过怎么过，一个小时只有一台车过而已，是吗？对不对？可是我就是城市小孩。不是，你现在还会这样吗？现在不会了。看这个，没做成水晶石桥的，这一定是瑶瑶啊，我做成了，但是那是我啦。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这哭什么？你打那个水晶那个什么指甲撕掉啊？这个我哭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对，因为不是我的水晶指甲，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的守信用。是有一天晚上，有一天狗没有那么好，每次有一天我要做指甲，结果我姐她说她也想做，那就是前一天就做出来比你漂亮。没有，不是哦，是我们可能刚约礼拜日，然后礼拜六晚上，我姐她临时就说。不去了，因为我叫我姐，因为那个做水晶架在桃园，然后我载我去的朋友在板桥，然后我们住在东区嘛，是，然后我就叫我姐说，那我们就是变成说要先坐捷运到板桥这样，我也就坚持不要，她就说那我不去了。哦、对呀，因为那时候我很生气的是说，那我已经答应人家说我们要过去做指甲，人家也把时间留给我们了，就他临时说不去，他就不去。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难过啊。那你自己去就好了，那你自己去啊。你这有什么好难过？他比你红啊。我现在找一个。你就红了呀，对不？你是不是啊？不是啊，就是一个。是那种私人工作室，所以他把时间留给我们两姐妹。对，那你就找另外一个人再去就好了。太临时了，我找不到。然后那你不会去啊？本来我要做手的，那我脚也去。我没那么多钱呢、啊。这样解除完，来你姐比你红战。那我把故事讲下去了。他快哭了。比较红。重点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哎。答应人家的事情就是要做到，那你不去，然后我觉得很没有。你这个现在我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们约的。对。我最讨厌这种事，然后我约好，那你不去，那是怎样？人家会算账，就是我出面约的嘛，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哭的是有道理，好的。真的有道理，我跟你讲 ，Apple 你不要太臭屁了吧。希望多。你头一直很昏，怎么有人在骂我们公司呀？而且我跟你讲，社会是现实的，你跟一个比你红的人出去，你就会弱一点，好不好？我来摇，我听你。对，你会跟着。不要你们。养狗求回报，弄巧却成拙。狗狗乱。来，第三个。狗狗乱尿不孝顺，狗要怎么孝顺？我跟你讲，这要看病，而且这要吃脑心，脑心，直接注射。狗狗乱尿有什么好哭的？它是尿在你的什么上面吗？嘴脸上了，嘴里，我啦。
就刚好最近有在拍戏，所以都很长时间不在家，然后我就觉得我很辛苦，就是出门赚钱，然后还开冷气给他们吹，就我回家的时候满地都是纸，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纸都咬出来，然后垫子所有在地上，然后还在客厅。可是他平常都知道要去厕所大小便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已经那么累那么辛苦，然后你还看天数，制造麻烦，没陪他们嘛。对，然后还玩大便，掉下来，他喊停尿之外还掉大便，几岁了还在玩大便？七岁跟五岁，故意的。没有，因为他大便干了，干了，哎，当主持人听，聊得开心，干大便。不过其实我也会耶，你也会乱尿尿。就是我狗狗不理我，我也会哭。嗯，像尤其是就是比较难过的时候，回到家就叫狗过来，它完全不理我。哎，这是为什么？怎么叫它是不过来？气你不在是不是？还是怎么？不晓得，它比较有个性吧，就怎么叫它都不理我。咬狗吧，吉娃娃，吉娃娃有个性，真的不理我，叫十次可能只理我一次。哦，中耳炎。然后我就哭了，然后我哭了，它坐在那边也是这样看我，一次都不过来。我们家都会陪我哭。好，那只都不陪我。我跟你千万不要讲。你这样，你们家的狗哭，那附近邻居多害怕，对，狼嚎。是狼，是坐在我旁边陪我。那公的母的？女生。女生哦，两只都是。哎，魔镜啊，魔镜。那不孝顺我是怎样？乱尿不孝顺。你以为大哭？狗会怎样？狗会帮你按摩。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很贴心啊，就知道我就一整天很忙，或叫过来，而且我出门都有跟他们交代好了。我跟你讲，如果狗会孝顺，你就不用在演艺圈了，你带去展览表演就好，就是卖票，看狗孝顺我这样。没有，那小刘静的意思是说，起码对不对？像。起码你就在定陪在陪着啊，不要乱倒啊！像我们一个朋友就是去乱搞，不要就是不要乱弄嘛，弄那个满地的垫子啊，干嘛？因为真的，我一个朋友就是很厉害，训练他拿拖鞋是，回来以后，哎，他一看摇尾巴，钥匙放拿拖鞋，然后咬报纸。哦，咬报纸，咬报纸撕烂的，不是撕烂，就是咬在那边让他拿，真的假的？对，结果有一天，我帮他煮饭，谁进来？谁进来？等一下，我的朋友被绑住了。拿拖鞋出来不一定吧，不一定看个性，每只狗跟公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跟你讲，对狗，狗就是狗，不要把它拟人化。你们这些女人哦，就常常把狗不当成狗，不会做人的事情嘛，对不对？狗在那边滚来滚去，满身大便，我觉得正常 ，OK。它有灵性，不是有理性。那吃完大便再给你。吃完大便我就去。我也是自然反应，干什么东西啊？从此我就知道，你必须喝个水再来吧。就大家都是自然，因为我们都是生物，我们要自然反应。不要每次看到狗，哎呦，你啊哇，你跟我讲话啊，你说话啊，说话，反正说话就跑掉，吓死你！吓死你！不见我，我喜欢别人是白的。跑走不是，有时候看到狗 ，OK， 你可以疼爱它，但是你不要太恐怖。有我常常看到街上什么，你说啊，你说妈妈疼不疼？你说啊，我们都不疼。狗吃奶又是平凡。但是我最受不了是说，女孩子养狗可以很可爱也没有关系，但什么人玩什么鸟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恶心。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过去她是一个有一点年纪，她的烫那个米粉头，然后把中间那绑一个九，然后这样子绑两个，然后狗就在她肚子上，就恶劣，就太不礼貌了嘛！这已经就是跟狗也睡在一起那种，或是一吃饭，像有那种女孩子，就是不管一定是女孩，也有男生有这样，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上桌把狗也带上桌，然后人吃什么他也拿着，对对对对，用嘴巴把它弄得不咸，以后给他吃。我觉得这个不行，你很不尊重其他，因为狗它就是狗，狗吃大便，狗敢不敢吃屎？没听过吗？看电视上的自己，我大哭，吓我一跳，我看电视自己，我大便，应该是你吧。自己在电视上还要去大便，对，你哭什么？你看到自己哭什么？我就常常在电视上觉得我被欺负啊，或者是我在电视上哭，或者是我在电视上太好笑，我在荧幕上太好笑，也会太好笑，太好笑也会太感动了，就对了。对，觉得哇，这人怎么那么好笑啊？做假戏，真的，这是真的。
就是我常常在哭的时候，我姐她就会在旁边看，然后就默默的拭泪，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有点太夸张。你在做梦吧？没有没有，但是你不觉得有时候你看在电视上面的自己可能被欺负，你不会就会觉得当下好像自己也被欺负，就不觉得？不会觉得？不会吗？不会啊！我想做到的人，对，我们一起过，我想做过去。你所谓的欺负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跟你开玩笑。开玩笑还好，不是比较多是我在节目上面可能我哭的时候，嗯，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哭就是一个好笑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想安慰我，嗯，然后我一哭他们在旁边大爆笑，我就觉得大家也太没良心了吧，就开始又在电视机前面开始跟着一起哭。哇，所以你们那个节目里面大家勾心斗角应该蛮严重的。对对对对，真的是啊。可是有时候看到自己很好笑，就是一些小女生怎么会这个样子？哎，哭什么？你自己有没有看那个？爆浆！爆浆！爆浆！汤汁。那你看我们那个自己在《国王帮帮忙》上面，你会不会哭？啊，有啊有啊，有一集不是我来那个跳舞的那集吗？你在干嘛？你刚刚跳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对，然后因为你们就一直笑，你看到这个你当然要哭，很好笑的感觉，真的太搞笑了。然后你哭了，我就哭了，我觉得好惨啊，僵直性脊椎炎啊，不是，好东西啊，那坐轮椅露营好了。我已经忘了老师教什么，好像是教哪一个？好，是这样子，这样子，真的。你后面不要表演跳舞，这样怎么讲？好，来来个蛇腰。对啊，这样不会怎么的，是不是？对对对，曲一蹲下也可以，左右都可以。对。啊。不会。你会不会？导演没。不要蹲下，就直接叫叫。不。因为曲一蹲太短，蹲下我想趴下。你趴。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综艺咖了哦，已经要开始跑通告了。OK， 他有，可以了，一直没断过。哎，他很好笑的，比如说像我们去跟海豚游泳，啊，我不会游泳，不会游泳，不会游泳，推下去，好，精神分裂，你这个，衣服啊，语言古典太奇怪，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去那个。到什么？晚上我们好，哎，下一个没吃到榴莲，没吃到榴莲，谁呀？等我来练，我去大便，你懂吗？没吃到榴莲，为什么你会哭？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吃到好吃的榴莲。每次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都会去固定一个摊子吃榴莲。然后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我回去一个礼拜，然后本来以为说，哎，好吧，我就等，就是我隔明天要回去，我今天才去吃。嗯，然后我想说，好吧，就等最后一天再去吃。结果呢，我朋友就开车带我去那个摊子，找不到，然后就大哭，因为我这样一年没有办法吃到好吃的榴莲，我要再等一年。全新加坡只有那一家好吃啊？对，那家最好吃，最有名，榴莲最有名，榴莲有分这种，当然有分啊。就是它进榴莲是挑水，最挑级，挑过的最厉害，最臭，最多品种，最够臭，对，人家是香的，臭豆腐够臭。那请问一下，它榴莲臭特别好吃，可是它有特别贵吗？也特别贵，比较贵一点，比较贵，比一般的榴莲摊来的贵。可是我又吃不到，想说哇，那怎么办？来不及，我明天就要回台湾了，然后我就哭。台湾有别的水果的吗？芒果啊，就是要吃榴莲。那你可以带着很好吃的水果，然后撤回去吃，就感受一下。不要好吃，就我再不爱吃臭豆腐，你会觉得臭豆腐很好吃。那你可以说我们不会哭，不是吃到臭豆腐。对呀。谁没吃到菠萝面包也哭？谁？哇！你是没有吃到东西都会哭？对呀，因为我的人生中就是要吃到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我特地到那个地方要去吃，结果扑空。对呀。觉得很菠萝面包，就有人早上突然醒来就全身荨麻疹，然后就长得超像菠萝面包。干嘛这样讲我们荣祥哥？干嘛？没有，他是大麦克。大麦克说有很多人吃了烙眼。对不起，那些也是笨。你刚刚那么大，你就这样子吗？你觉得你怎么？你该压扁。问题是
牙医不能这样讲啊！不是，你看，你白痴啊，你会压扁的。啊，你不能这样讲吗？不行啊！那个澳洲啊，嗯，晚上我们要去看那个海龟要上来产卵。产卵。那我们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哇，等一下这大家安静，哇，这很兴奋，从来没看过，哇，这多么一个啊，不得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进入在拍 Discovery， 对，以为自己在 Discovery 频道里面的时候工作，就很兴奋的，然后听旁边。你在哭什么？大自然好神奇。不是，人家海龟在声带，你不能在旁边吵，对，不能吓跑，对，大家都在旁边啊，很开心啊，灯还要开一点点，这样看着，所以可以哭，不要发出声音就好。你不能哭，神经病，人家是小绿。海龟，你很气吗？光的，对不对？人家开心的，对不对？你看动物也会哭啊？会啊，我看动物频道会哭。可是因为那一集是说土拨鼠的一生，就是他妈带着他的小孩从出生，然后到如何教他们，就是生存什么什么，到最后被鹰。我跟你讲，你看另外一个单元，有一个单元叫《动物杀手》，你试试看。都被吃掉了。会哭？没看，就狗狗死掉。玛丽有什么好看的？狗狗的，我只看过哈拉玛丽。对，你生也太离谱了吧？就是你会跟着他的情节啊，是有故事的，不是说对。成长以后进社会被欺负的那一段会不会哭？他倒是没有这一段。我没有这一段。进社会，办公室的，办公室欺负，对不对？那你们看战争片会不会哭？哦，不会，不会，还好。我是人死掉不会哭啊？真的假的？不是，你也太入戏了。他们看看，投降。等一下，送战的。这个戏你会哭？对，我觉得太恶心了，真的太暴力了。它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他们哭点在于什么？我们的哭点可能看到那个。伞还没有到落地的时候被打死，是他们会哭的时候是那种那个陆军上将啊总统写信到家里面人家送的时候，妈妈对对，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会发生在我们家的事，但是妈妈不可能是伞兵嘛，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对啊，是家，所以你们还是会哭，但是晚一点哭，对，别说老了，接到我们私讯的时候，对。为了国家就这样装着，那他们哭的是那种，我代表亲人离开的送了一封慰问信。我们好辛苦，我们手好辛苦。这是一段，下一个看《海贼王》时候大哭，《海贼王》是什么？《海贼王》有感动吗？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漫画，漫画好好看，哦，超好看的，你也会哭对不对？他哪一段？就是我倒不至于哭了。之前先播的那个《黄金梅利号》啊，因为那船已经黄金梅利号，还有黄金梅利号，梅利的梅利，那个没有是梅子的梅，然后利。力，然后反正就是那艘船带他们去过很多地方，陪他们完成很多任务。就有一次呢，就带他们去完空岛，然后接下来他们要再去另外一个时候，那个船已经就是快烂掉了，然后他们就遇到很大的危险，但是就是缺一艘船来救他，但那艘船就突然有生命了，他就自己去救他，救完他们他就死掉了。哇塞！一艘船是有生命的，上次那个谁，我靠，你太火了！这个人有生命你都不哭的，船有生命你就哭了。船不过是装个抽水马达就可以跑了，你有什么生命？上对，现在看重点是伙伴。西瓜哥，西瓜哥哥说他看到那一幕，他也大哭，而且是就是哭到就是鼻涕。西瓜哥哥，西瓜哥哥，西瓜哥哥，他是男生啊，他也跟他哭。他们都可以跟狗讲话，你们觉得他们对船子已经哦，他们很容易把这个人把你。哎，那你看到一个人骑脚踏车绕链，你会哭？我们自己来选一个最怪的，
我是过斑马线，我觉得我也是第一个。哪会啦？我觉得我是觉得看电视看到自己，我也是觉得看电视让自己就可以。我跟你讲，这代表什么？什么？那代表你姐比你红？不是。影响到所有的人，也影响自己。你什么功力啊？是啊，什么东西啊？很多人在我们网络说，哎，你真是好笑毙了！我看你哭，我也跟着哭，觉得成功。他应该笑吧？没有，就是感动到大家。不是，你应该是哭完以后就改行了吧？就没有，就觉得很感动。那我请问一下，既然你们这么哭，这么厉害，你们有曾经看电影别人在哭你没哭的吗？有。真的吗？有。哪一部？之前老大还有带我们去看一部叫做《明日的记忆》，嗯，他好像是在讲阿兹海默症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在带我们去看这个，他就一直说：“我跟你们大家讲，那部片一定会哭，哭惨的，不哭的不是人。”搞得我压力很大。没一起去看，结果我就去看，我就旁边听到旁边人在开始啜泣，我看哇，大家都在哭，可是我一点想哭的感觉都没有。后面电影结束后，好险老大坐在我的比较远的地方。电影结束后，大家就集合嘛，然后每个人都是泪眼汪汪。老大就说：“你们谁没有哭的？”我就说：“我有哭，我有哭，我已经哭过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哭，他。但是要是我讲我没有哭，他会骂我，说我没血没泪。不是，你应该是没有进去，对不对？不是，因为有些没他应该注意，他转转了。他演什么？他演什么？哦，他演阿内，这个流鼻涕，我该怎么演？他自己在那边演的，怎么办？我怎么抽眼睛？也没哭，奇怪了。然后人家说那看那个《玩具总动员》，大家在 N S N 上面写说好哭毙了，我一去我也没哭啊。最后一幕不是，等一下你要去看。各位，你们看电影还好哭毙了？当真就这部电影好哭了，我们就哭，好笑毙了，好哭毙了，是不是？很感人的那种意思，我觉得根本没有哭过啦。那你们有真正被就是哭完之后，男生做什么样举动让你真正感动过的真实故事？有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哭完以后会想要叫男生指使他帮我们做些什么事，通常男生会答应。这样你就很感动。我有一个还蛮感动的。哎，你怎么样？就那时候也是吵架嘛，然后就因为都是远距离，然后就是讲电话哭到就是要分手什么的，就隔天隔了两天他就坐飞机回来了。从哪里？就从加拿大，然后好感动哦。挽回一段感情呢？他在加拿大这么没局啊？对。应该在加拿大山上，对对对对对，靠近北极熊那一区，对对对，有理由可以回来，就是那次魁北克神的，有没有？魁北克，讲法语那边，对对对，才会回来。这样，这个任何一个这个情形，我女朋友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安慰她，而且我会旁边放声大笑，然后一直侮辱，这一定会的啊。就这个马路没过那个哭，我在哭什么？哈，白痴呀！汤哥，当女朋友也是把他当海军陆战队。你哭，你不是冠军死了吗？天哪！长辈，我操！不知道呀，腰断了。不是啊，这件事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哭的，因为对不对？我这个真的，你们这样哭我真会笑。这也蛮夸张，没吃到榴莲大。男生是会生气。对，我是气到哭啊！气哭，你是气哭了。哦，那你吃到榴莲在啵我哭了。鼻子死掉，好不好？以上是这个女人哭。女人哭其实很多事情，他们只是在发泄他们的情绪。那男孩子呢？我跟你讲，就是要有点耐心。就算那时候放空，他们也比较爽。不要在那个点就跟他争论。没错。我告诉你，以我的经验，在那个点争论，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真的，好不好？就装没看见，哎呦哭了，哎呀，就是。我想他们在哭的时候，你就假装你参加葬礼。不要乱讲。不出声就对了，对吗？其实还不错嘛。好了，那今天谢谢各位张国芳，谢谢。合理要求是磨练，不合理的我好累。各位朋友注意安静，好不好？直接进去听啊，听啊。那水有没有？水是，就这样。我有着四年级一字排开，在校门两边欢迎入伍生。动啊！动什么啊？欢迎你们啊！三秒钟一在入口就已经知道。由于这。